今天我们要入住的就是新加坡圣淘沙香格里拉度假酒店。这家酒店是我一直很想来住的，前两次来新加坡我都没有住这里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打算要来这边住一次。首先就是柜台的 check in。这个酒店的大厅蛮大的，非常的宽敞，而且它是面海，沿着山坡地来建筑的，所以它是阶梯式的。大厅是在最上层，接下来就是餐厅，然后到沙滩，它是逐渐往下。它的饭店数真的蛮多的，所以这一家酒店在新加坡的圣淘沙是颇具知名。我记得20多年前它刚成立的时候，非常的轰动，也非常的知名。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游客来新加坡旅游，很多都想要来住这边。虽然它已经20多年了，但是它的设施还保持得蛮不错的。可见这家酒店有定期在整理翻修。好 ，check in 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到房间。好，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香格里拉度假酒店它的房间长得什么样子。我们这一次住的楼层是9楼，所以还蛮高的，视野非常的好。建议朋友如果有来入住这家酒店的话，尽量挑高楼层，因为它的视野真的很好，而且可以看到一大片的海洋。好了，终于到了，走了好长的一段路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房间，真的蛮宽敞的。是不是很宽敞？好，我们到阳台来看看。现在看到的是整个度假酒店的全貌，下面有游泳池，有沙滩，都是属于度假村酒店的所有设施。来这边入住这家酒店，真的有度假的感觉。而且可以真的很放松。好，这就是它的卫浴。它的卫浴真的不大，我个人觉得有点小，蛮拥挤的。这是这个房间最大的缺点。如果它的卫浴再大一点的话，那这个房间真的是蛮 perfect。 是啊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出国旅游或者是在国内旅游住过的饭店非常的多，饭店里面都有提供矿泉水，一般都是保特瓶，小保特瓶。那这个饭店很特别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的矿泉水是用纸盒装的，就是这种像那个保鲜乳牛奶
装的这种纸盒装的，非常的有质感，而且一般饭店所提供的这个矿泉水大概就是2瓶到4瓶，可是这个饭店提供的矿泉水竟然有10多瓶哦，会不会是因为新加坡天气比较炎热，而且又靠近海边，所以呢矿泉水就会提供的比较多？可是在台湾南台湾的垦丁，我也住过好几家饭店，也没有提供这么多。不过呢他用纸盒包装的矿泉水，我个人真的觉得蛮有质感的。好，这就是晚上的圣淘沙香格里拉酒店的夜景，非常的美。前面就是海洋。这是第二天清晨的日出。这两天我的运动摄影机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只要一大清早出来拍摄的时候呢，整个镜头就是雾蒙蒙的。前一天在福康林公园也是一开始呢，整个镜头雾蒙蒙的，我没有发现到。然后今天在香格里拉酒店也是一大清早我就出来拍摄，也是雾蒙蒙的。我在当时并没有发现，我是回到台湾看影片的时候才发现到整个镜头雾蒙蒙的。那等到大概过半个小时之后就恢复正常。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在台湾拍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但是来新加坡两次清晨呢就发生这种情形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天气的因素，还是我摄影机有点问题，可是我在台湾从来没有遇过，所以今天早上的这个影像呢有一点蒙蒙的，请朋友稍微忍耐一下，待会就会恢复正常的。好，这就是酒店内的设施，有很多活动的设施，还有游泳池。请朋友，如果你要来这家酒店入住的话，记得要带泳衣、泳帽，因为这边可以游泳。其实很多度假村都有游泳池的设施，所以出国旅游，如果你是去住度假村的话，记得要带泳衣跟泳帽，否则你在饭店买的话，真的蛮贵的。好，我们就静静的来看一下香格里拉度假酒店的整个设施。
前面有一只好大的蜥蜴啊，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爬虫的，挡在中间，害我都不敢过去。这个酒店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很多这种小动物跟爬虫类，上面还有一些飞禽、一些鸟在逛大街，所以在这个酒店用餐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很多小动物会跑出来。这也是这个酒店蛮大的特色。这一只应该是孔雀吧，它站在我餐桌的中间。本来我们是打算在户外用餐的，结果发现户外好多这种爬虫类跟飞禽，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还是在里面用餐吧。接下来这个就是香格里拉酒店的buffet 的自助餐厅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家的自助餐的菜色如何。我来新加坡发现到，新加坡虽然很小，但是它蛮宽敞的，不管是在外面的户外场所，或者是饭店、餐厅，我个人觉得它都还蛮宽敞的。在台湾的酒店，像这么宽敞的真的不多。台湾其实比新加坡还要大很多，但是台湾就是感觉比较拥挤，除非你到东部地区，否则你只要在西半部的话，不管是住宿的酒店、饭店，
或者是在户外的一些活动啊，交通设施都感觉蛮拥挤的。所以新加坡来度假真的不错，因为它虽然不大，很宽敞。晚上我们夜游回来之后要回酒店，这就是圣淘沙香格里拉酒店的大门口，从这边进来。首先是一个小上坡，这是车道。晚上他把灯呢架设在草坪上面，还有树上面，亮起来非常的诗情画意。
好，这就是新加坡圣淘沙香格里拉度假酒店的全貌，介绍给你。如果你有来新加坡旅游的话，可以考虑来住这家酒店，真的不错。但是呢，它的价格有一点小贵，所以呢，你如果要来住的话，荷包可能会稍微失血了。好，今天的新加坡的圣淘沙香格里拉度假酒店就介绍到这边，拜拜。